美丽的女人捷克皇后，大家好啊！嗨，还蛮受欢迎的吧？不错，你们很有。在这个王国里，就属我捷克皇后，是最高贵、最美丽的，无能的比哦！怎么看起来不相信的样子啊？不相信的话，我可以请我最诚实的魔镜来告诉大家。魔镜？没有魔镜哎、欸。魔镜。魔镜呢？魔镜在哪里啊？魔镜！哦，我亲爱的捷克皇后，我亲爱的捷克皇后，是你在呼唤我吗？不然呢？那你呼唤我出来，该不会又是同样一件事情吧？我找你出来只有一件事情。魔镜啊，魔镜，这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呢。这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，当然就是捷克皇后您啦！大家听听看，大家听听看呢、啊！魔镜啊，魔镜，谁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呢？这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，当然就是捷克皇后您啦！但是啊，捷克皇后之后，这位公主会变得比你更漂亮哦！不行，我要冷静，我要永远都很优雅，永远都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。让我想一个好好的方法。丑小鸭很可爱啊！我想他一定很想变天鹅哦。是。
国了。哎，大家好啊，我就是这个王国里面最高贵、最美丽的女人——捷克皇后。大家好。您变得很没有礼貌。哎，国王啊，你在叹什么气呀、啊？我就在叹那个。没有了，没有了。哦，你捷克皇后，你这么漂亮，看到你的心花怒放，豁然开朗啊啦！那是当然啦、啊，在这王国里面，就属我捷克皇后是最高贵、最美丽的，无能能比哦。来，哎，国王，今天台下小朋友这么多，都讲不好看啦。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啊。王国还好有你啦、要不然哦，哎呦，实在是哦，要不然怎样？你说嘛。要不然这，要不然你的日子会很难过，对不对啊？还了。因为啊，大家都在你的背后取笑你家舅姨公主是丑小鸭公主啦。因为他不打扮啦。国王。哦，你是说公主交给？嘿，对呢，哎，我怎么没想到啊？哎，我们家鸠仪公主的妈妈过世以后，啊，就没有人教她，啊，就越来越粗鲁，越来越不会打扮。啊，对了，皇后啊，啊，就把她交给你，你好好指点她就好了嘛，哈，就这样，太好了，交给我就对了啊。小朋友可不可以交给她？先给皇后一个机会，先试看，试不好我们再不行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来人啊！是，来把鸠仪公主请出来啊！啊，知道了。这样哦，这样怎么像公主啦？哎呦，鸠仪，以后哦你就跟着这个捷克皇后来学。国王爸爸，我这样不漂亮吗？当然嘛，是不是嘛？我是说你可以更漂亮啊，对不对？哦。我知道了，一定是因为我这样子你觉得不漂亮，所以你才会不喜欢我的，对不对？没有关系，我知道了，我以后会跟着捷克皇后学习变得更漂亮。爸爸，我一定要让你喜欢我。好了，好，交给我就对了啊！来美之美的第一课，抬头，挺胸，算了，缩小腹，屁股翘起来，很好，就是这个姿势啊！来人呢？来啦！扫把拿过来。来了，当皇后请。很好，下个月加薪啊！来，这个拿着，就是这个姿势，然后拿着扫把顺便扫扫地，走20圈啊！20圈？什么？20圈呢、哦？哎，女儿，你加油啊！哦，好，我会加油的。嗯，好好练习啊，我等等来验收啊。10岁，但是呢，我已经很会做家事喽。我一个早上啊，就已经洗了衣服，洗了厕所，也扫了地，我很能干吧？而且啊，我现在学着怎么样让自己变得更漂亮哦。是谁把我的白色礼服洗成灰色的？是他。那又是谁把垃圾都扫到桌子底下的？是他。是谁让厕所水龙头没有关都漏水的？还是他。奇怪耶，实话实说吧，报告皇后，都是舅姨公主啦，她哦把你的衣服啊，跟黑色的衣服一起洗，然后她扫完厕所之后啊，都不关水龙头哎，清完垃圾之后还不会把垃圾给丢掉。对啊，你们还懒得处理，气死我了。对不起啦，我今年才10岁，一定会犯一点错的嘛。今天呢、啊，我做那么多事情，肚子好饿哦。哎呦，不知道今天午餐会吃什么呢？小公主，来，我跟你说哈，刚才呢哈，我听到这皇后啊，她刚才哦，有跟所有的小朋友，什么东西啦？什么好吃
吃的有你最喜欢的海陆空大餐，还有清蒸黄鱼，最后再来一道西瓜大蛋糕。西瓜蛋糕，这些食物啊，可是母后花费的心意可准备的、啊，你要全部吃光光，千万不可以浪费食物。你知道浪费食物是会遭天大雷劈的啊！乖，快点吃啊！啊，看起来好好吃哦，可是这么多，我怎么吃得完啊？可是吃不完，母后又会生气，而且怎么这么好吃？我一定要把它们偷偷吃光光。小朋友，可不可以吃啊？那我赶快叫乔伊公主不要吃好不好？不要吃啊！我跟你说啊，什么好吃的？有清爽的水果什锦沙拉，再来一道养生的蔬食大餐，最后再来一个你最喜欢的疯狂大麦克。乖女儿啊，你知道母后准备这些可真的费了很多心思的，你要全部吃光光，千万不要辜负了母后的心意啊！什么？我的午餐还没有吃完，又要吃晚餐了？哦，可是这是母后的爱心耶。我要当一个孝顺的女儿，很好，乖，快吃啊！